秘书上班，粉色，然后跟粉色这样。这个是那个让老板娘气呼呼款，厚吗？它属于中间厚度，中厚。对，中厚咯，一定是中厚，因为它是做毛呢的，做毛呢的。它是混色的，它是混色的，给你们近看一下。它做没有那么长，我穿的话大概到，如果你冷的话就可以直接穿起来这样。是做毛呢的哦，毛呢的这样，然后它旁边有个大口袋，然后是有做双扣。这件是给小个子的，因为它很短，它在大衣里面算短版，算短版。因为我160公分，跟我裙子差不多短嘞，因为我膝盖在这边。它这个150穿也顶多在这边而已啊。对，它这个150穿绝对不会过膝盖，那超大，这个 plus 也可以，可以啦，完全。不见毛呢的，所以不会吃，它非常舒服，它是做毛呢的哦。